小的左崽子叩见大太爷，叩见真格子。左崽子，奴才在。这些年来，你帮着老中堂办了不少的好事儿啊。回真格格，老中堂的脾气您是知道的，他决定的事情啊，奴才没有说话的余地。都捅出这么大的娄子来了，你就该来禀报大太爷一声啊。回真格格，老中堂传下话来，只要是泄露一个字儿啊，杀无赦。您想奴才怎么敢向大太爷真格格禀报呢？左崽子，奴才在。大阿哥的伤究竟怎么样了？回大太爷，这铁崽子这刀上有毒。什么？上有毒。回真格格，幸亏啊，老中堂当机立断，让那个赛西施啊，把这个铁崽子给灌醉了，把他拿下了。他身上啊有解药，现在啊已经派那个听差的连人带药送到鄂中堂那儿去了。小不点儿。你去叫听差的来。好，真格格传听差的。真格格吉祥。哎，你看清楚点，我是谁呀？你是小不点儿。小不点姐姐，您好。好，真格格跟大太爷在那边呢。小的听差的给大太爷请安，给真格格请安。听差的，扎，你也做过朝廷的一品大员，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连自个儿的姓名都不要了呢？回格格，这小的这会儿只要能够保住性命，这什么名跟姓，这不要就算了。哼，没出息。听到了没有？没出息。这真格格，您骂得好。这小的是没出息，小的这没出息。格格问你。格格有话请问，有话您请问。听差的。扎，铁崽子跟他的解药是不是你送到奥尔泰那儿去的？回真格格，是听差的是奉了老中堂之命，把铁崽子跟他的解药一块儿送到奥中堂那儿刻的。你可知道奥中堂又是怎么个处置？这奥中堂立刻就带了一个叫十三妹的女英雄一起进坤宁宫给大阿哥治伤去了。这是多久的事儿？大概起有两个时辰。爷爷，正儿，咱们这就进宫
看大阿哥哥。心想啊，你二爷爷捅了这么大的一个娄子，这会儿啊，只好咱们祖孙俩去向皇上、皇后告罪去。听差的，扎。吩咐备轿。扎。左崽子。奴才在。打今儿个起，这畅春园里头大大小小的事情，格格要你随时随刻报上来。扎，从今以后，你敢再隐匿不报，我让爷爷请出家法，砍下你这颗驴头。嘿，奴才不敢，奴才不敢，奴才斗胆也不敢呐。爷爷，这边，咱们走吧。好，好，好。大润子，姨父在，你安心在这等着，一会儿同事您找回来了，格格自会给你做主。谢谢格格。今儿个一早，我跟爷爷进宫，没听皇上皇后提起大阿哥受伤的事儿。童真啊，那是因为大阿哥已经苏醒过来了，而且皇上还没有查出来铁崽子行凶究竟是谁主使的，怕大舅听了会生气，怕大舅回了畅春园以后会跟二舅。童真，皇上，今天二太进宫，他说你二爷爷已经把铁崽子送到了刑部衙门。这个我跟爷爷都已经晓得了。嗯，童真，刚才皇上在说你二爷爷已经把铁崽子送到了刑部衙门，这可见得刺伤大阿哥的凶手多半跟你二爷爷是没有什么关联。回皇上，铁崽子进了刑部过堂了没有？二太他说他打算明天一早问他的话。回皇上，奴婢明儿个一早能不能去听听？回皇上，老中堂把铁崽子送到刑部衙门，这就是说铁崽子自个儿起义要谋刺大阿哥，这件事情就好问到铁崽子为止，跟畅春园无关，不必牵扯太多。啊，你的话很有道理，岂可？谢皇上。回皇上，凶犯铁崽子是畅春园的人，畅春园是世祖张皇帝赐给铜国公的宅邸，畅春园的人刺伤了大阿哥，怎么能说跟畅春园无关呢？真儿，爷爷，你没听皇上跟李卫说，这档子事儿啊，跟咱们无关，你干嘛劲往身上揽呢？爷爷，话不能这么说啊。您老人家奉旨查办青海杀俘一案，正愁着不知从何下手，铁崽子刺伤大阿哥多半跟这件案子有关，说不定我明儿个去听审就能听出个头绪来了呢。回皇上，甄格格说的很有见地，同国公是皇上母舅，也是一国大佬，臣今以为铁崽子一案不妨请同国公主审，甄格格跟奥尔泰陪审。由同国公主审，这童真呐，皇后，这是好沉好沉的一副担子。大舅上岁数了，你的年纪还小，你们爷儿俩能够挑得下来吗？回皇后，
奴婢急于知道真相，很想试一试看。童国公，你今年高寿91了，承办这么大的案子，未免太辛苦了点儿。回皇上，您让大阿哥请爷爷出来，爷爷一脚跨出了白云观，就得有始有终，把事情办完。皇上，真儿说得对，皇上有命，老臣敢不效犬马之劳。童国公，朕在这儿先谢谢你。老臣惶恐。童国公，请起。谢皇上。宣。扎。宣香格格见驾。宣香格格见驾。皇上皇后吉祥，大舅公吉祥。起开。谢皇上。吉祥。大阿哥怎么样？回皇上，刚才十三妹给大阿哥吃下了解药，又涂了些在伤口上，十三妹说再过一个时辰大阿哥就可以醒过来了。那好，那好极了。无量寿佛，多谢上苍。季香啊，这会儿是谁在照顾大阿哥呀？回皇后，这会儿大阿哥身边有楚衣官、佘大海，还有崔嬷嬷。那个什么十三妹姑娘呢？回皇后，十三妹姑娘急着赶回去见她娘去了。有没有开赏啊？回皇后，没来得及。燕儿啊，奴婢在，记得回客预备一份重赏，赶明儿个楚衣干回去的时候，让他带去给十三妹。是，奴婢记得了。大舅啊，刚才您不是说要去看大阿哥吗？对，对对，我是要看大阿哥去啊，是要看看他去。大舅，那咱们是不是现在就去呀？现在就去呀？嗯，好啊。皇后，这儿没有热闹桥啦。热闹？哪儿来的什么热闹啊？哎，不是说大舅公是来给皇上皇后赔罪的吗？香格格，真格格，你听谁说我爷爷是来给皇上皇后赔罪的？也许是我听错了。这孩子可真机灵。最好是听错了。真格格，你这话怎么说？香格格，因为我爷爷跟铁崽子刺伤大阿哥的事儿丝毫无关。那你们不是为了大阿哥的事来见皇上皇后？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真格格，你这话还真不容易懂啊。香格格，你知道吗？皇上刚才有旨，铁崽子行凶一案由我爷爷主审。哦，大舅公要审铁崽子了？如果我爷爷是来赔罪的话，皇上就不会派他主审铁崽子了，对不对？对。所以我说你最好是听错了。好，就算我听错了。吉祥。同志。奴婢在。你们的话谈完了吗？回皇上，谈完了。
那我们现在到坤宁宫去看大阿哥去。十三妹，对，大阿哥，是十三妹亲手给你敷的药。那他人呢？走了，走了。大，你为什么不留下他？大哥，我师妹她说，她进了宫以后，就好像到了金鸡地一样，她实在是待不下去。不过，她现在住的地方我们已经知道了。她在什么地方？她陪她的母亲住在刑部大牢。那他委屈他了，大哥。大，等你好了以后，咱们可以想个办法，把他们母女两个从刑部大牢里给救出来。对，一定要想个办法去救他们。大哥，你要干什么？你们扶我下来，我要去见父王，求父王赦免何老太太。不行啊，你的伤势还没有全好呢。大，你是知道的，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可是大阿哥，我们不能让你冒险，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叶宽，大，你们。大阿哥。崔嬷嬷。大阿哥，皇上来看您了。大阿哥，您不用去了，皇上亲自来了。我要让父王知道，我的伤已经好了，免得父王再为我担心。大哥，皇上驾到，皇后驾到，洪国公驾到。快，玉官大人，我们一起接驾去。好。好，老中堂，下官这次改装易服，特地绕了一个弯儿，才到您这个畅春园来呀。哦，你大人这样费心费事，老夫真是感激不尽。感激不敢当，老中堂啊，刚才下官讲那些话关系太重大啊，解铃还需系铃人，老中堂想个办法，快刀斩乱麻呀。李大人的意思是，甄格格自告奋勇，通国公挺身而出，明天一早通国公就要审问铁崽子，铁崽子是老中堂派人拿下交到刑部衙门的，现在铁崽子心里头一定很恨您呐。您就不怕铁崽子把您的全部底细给泄露出来呀？李大人，那依你的意思，我目前应该怎么办呢？当然，老中堂足智多谋，神机妙算，既然把铁崽子送到刑部衙门去，您就有办法叫他不说实话，牵连老中堂身上去。这个办法你一定有啊。你们俩下看。扎。你这次来是不是皇上派你来的？不，老中堂，这次是下官特地跑来为您着想，给您送个信儿。哦，如果是皇上派来的，我可以跟你打开窗子说亮话，否则……好，老中堂，好，就算是下官是皇上派来的好了。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是皇上派来的你就说皇上派来的，
你干嘛要骗我？老中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这个大秘密，要是泄露出去的话，太不得了了。李大人，请你面奏皇上。我隆科多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才把铁崽子交出去。老总堂意思我知道，您是说铁崽子误伤了大阿哥，您怕大阿哥出了意外，所以才把铁崽子送到刑部衙门去，是不是？不是，我交出铁崽子是要向皇上摊牌。摊牌？李大人，这件事只有皇上你和我三个人心里明白。铁崽子误杀了大阿哥，他们会问出铁崽子是我指使他去杀香格格。老中堂是说您叫铁崽子去杀香格格？老夫硬起心肠要杀香格格，是为了大清的朝廷着想，为了皇上跟皇后，二十多年一个极大的秘密可以一笔勾销。老中堂，您是说？皇上跟皇后不是不知道，现在反倒翻起脸来，逼得我走投无路。让他们去审吧，让他们去问去查好了。我看将来受罪的是谁，发愁的又是谁？老中堂是说，等到通过宫主审之后，问到您的头上，就把当年的秘密全部给兜出来。除此之外，老夫又有什么办法呢？您是说有铁崽子误伤了大阿哥，后来查出来是老中堂要陷害香格格，跟着您就说以前的事情，纪大将军为什么在青海杀俘，香格格又怎么会由喇嘛僧手中把他救出来，交给纪大将军抚养，算是纪大将军的女儿啊。李大人，你真不愧是皇上的心腹，居然把这件事知道得一清二楚。老中堂，你这样做对皇上皇后不是太绝了一点？唉，皇上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只有走这条绝路。李大人，现在你该明白了，明天同国公要审铁崽子，着急发愁的不是我，而是皇上和皇后。老中堂，你总该知道皇上皇后之间一直到现在都没把这件事情给说穿呢。李大人，我看你不必在我面前下功夫了，赶快回宫面奏皇上。现在阻止同国公审铁崽子还来得及，然后就杀香格格。大清江山难保了。老中堂，这是大清的江山，妇女之情，这两样皇上总得挑一样，就看他怎么决断。好，老中堂，时辰不早了，下官就此告辞了。李大人赶快回宫复命，不送了。决定了。
真是难得。不错，真是难得。今天这一屋子人都是骨肉至亲，一家子人。皇上，不对呀。不对？怎么个不对？回皇上，皇上、皇后、宝妃、娘娘跟大阿哥是一家人，大舅公跟甄格格是一家人，我跟小不点儿是外人。季香啊，你跟小不点儿怎么会是外人呢？回皇后，那是因为我爹是大舅公、二舅公的远房侄子。香格格，季大将军是我爷爷跟二爷爷的远房侄子，那你就该叫大爷爷、二爷爷才对，你怎么会叫大舅公、二舅公的呢？哎，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季香，你还说你有时候迷迷糊糊，朕看你简直就是一个小迷糊。皇上，好，季香，朕是给你开玩笑。皇上，您说的不错，我简直就是个小迷糊。比方说，在我十一二岁以前的事，我再怎么样也想不起来。香儿。大舅公，哦，那是你呀，在十二岁那年呐，哎，你得了一场热病啊，哦，发高烧，发的好高哦。等你好了以后啊，你把以前的事情啊，哎，统统给忘掉了。我得过一场热病。大舅公，我爹怎么会从来没提起过呢？这也许是你爹不愿意说，也许是你爹早就忘了。父皇，像这样一件大事，季大将军怎么会忘了？香哥哥小时候的事，季大将军为什么还要瞒着他呢？大阿哥。今天不谈这个事儿，我们不要谈这些。大阿哥，您能不能跟皇上求个情，让我们继续谈下去？父皇，父皇，回皇上，您看大阿哥的伤才刚好，这么芝麻绿豆大点的小事，您就依了他吧。季香，说你迷糊，你挺机灵，你让大阿哥求证。朕还能不让他把话说完吗？皇后，我爹很奇怪呀，每一回我跟他谈到我小时候的事情，他总是支支吾吾的不肯说，要不然就是尽讲些我听不懂的话。季香啊，你爹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怎么跟你说的？比方说啊，我问我爹，我娘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你爹怎么说？你爹都怎么说呀？皇后，季香，别管皇上，你只管说，只管说呀。提到我娘，我爹就说，我娘是贫家出身。她是天下第一美人，她是天上的神仙，天下的母仪。她不是我的妻子，她……皇后，像皇后，不，皇后，皇后。回皇上，御前四位李卫有紧急大事求见。宣，召。啊不，朕的养心殿召见。召。
究竟是怎么回事？大阿哥，大阿哥，你们告诉我，我要你们告诉我，大家伙，我看得出来，你们都晓得。大阿哥，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不，你一定知道，真哥哥，你也知道。你一定要静一静，你一定要静一静。不，我不冷静，我没办法静。郑哥哥，我告诉你，我为这件事已经痛苦了两三年了。大阿哥，你一定要冷静下来，你务必要冷静下来。你这件事实在太重大了。对，求你，也请你，在没有静下来以前，你一句话也不要说，你一个字也不要说。对呀、啊，大哥，这件事啊，太重要了。徐广，隔墙有耳啊，泄露了天大的机密呀、啊！不，大小鬼，我非问不可。向哥哥的父母是谁？我的父母又是谁？大哥，大教父，我听得出来，我太听得出来。你们人人都晓得，就只有我跟香格格，这些人呢，都被你们蒙在鼓里，都被你们蒙在鼓里。你胡说，你胡说！大教父，真格格。再说一遍，你们全部都晓得。就在刚才，大教公还说过，这是天大的秘密。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秘密。对，我一定要知道，我非知道不可。那么，我先请你冷静下。我叫冷静下来，我这叫冷静下来。大阿哥，明儿个一早，我爷爷就要主审铁崽子了。我知道。从明儿个开始，案子一天天的问下去，我敢担保，你所要晓得的事情，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郑哥哥，你没骗我。大阿哥，你几时听说郑格格也会骗你的？那……大阿哥，从明儿个开始，就像抽丝剥茧一样，您总有一天会把这个谜团揭开的。大阿哥，郑儿没有骗你。要耐心点儿，要耐心的等着。大阿哥，你一定要耐心点儿。郑哥哥，我先谢谢你。大阿哥，大阿哥，向哥哥，向哥哥，向哥哥。学武功啊，根本没有这么灵活敏捷的身手。老师，以后您教我礼节，我教您武功好不好？
张大学士，刘歆上了香格格的当了。上当？我怎么会让老师上当呢？香格格，你瞒不了我呀！你想叫大学士上当，跟你学武艺，好让他叫你一声老师，是不是啊？李卫，你好聪明啊！你真会猜人家的心事哎。香格格，我幼年得过一人的传授，会奇门遁甲、六人神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善卜阴阳，能知过去未来，猜人家心事算得了什么呢？哦，李卫，你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啊？哎，香格格，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出一个题目考一考我。好，李卫，那你就猜猜这会儿皇上心里在想什么。这太好猜了。回皇上，现在您是不是在想李卫逮着个机会又在吹牛了？回皇上。吉祥，你又有什么事？回皇上，李卫大不敬。大不敬？香格格，我怎么大不敬啊？皇上，李卫刚才乱猜您的心事，而且还在您的跟前哈哈大笑，这就是大不敬，请您罢他的官。香格格，你饶了我好不好？现在我只剩下御前侍卫了，已经无官可罢了呀。李卫，要是罢了你的御前侍卫呢？那我只好回家抱娃娃去了。阿宝，你可知道季香的可爱之处？我知道，不过臣妾也想听皇上说说看。季香的可爱，就是在她极乍机心，小小的花样，每每在她的天真烂漫之中。嗯，皇上，谢谢您夸奖。张廷玉，奴才在。你刚才不是说季香逮着了蝴蝶，你有奖赏吗？是的，皇上。香格格，这实在算不了是一件奖赏，只不过我早就想要送给你一件设下的传家之物。这虽然不值钱，可是年代倒还久远。尤其重要的是，我在上面刻了的八个字。谢谢张老师。兰心蕙植，玉液金枝。玉液金枝，金枝玉液，难道说连张廷玉都晓得季香是？什么事儿？出了什么事儿了？哦，香格格，张大学士教你的宫中礼仪呢。皇后吉祥。皇后，刚才我进屋里一瞧啊，你猜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了？吉祥，香格格，皇后还没叫你起课，你怎么就自个儿起来了呢？崔嬷嬷，我有要紧事要告诉皇后，你在那儿尽管啰里啰嗦的，你烦不烦呢？可是香格格，崔嬷嬷是下课是。皇后，大哥走了。大哥走了？他什么时候走的？上哪课了？皇后，我也不知道，刚才我进屋里一瞧啊，屋子里空空如也，大哥好像早就走了。崔嬷嬷，崔嬷嬷，崔嬷嬷。刚才你不是嫌我啰里啰嗦的吗？怎么这一会儿又叫我了呢？放肆！皇后，崔嬷嬷，大阿哥什么时候走的？今天下午，皇后跟香格格在御花园玩的时候。这件事儿你早就知道了。回皇后，奴婢也是回到芬宁宫以后，才知道大阿哥已经回到圆明园去了。
他为什么不跟我来辞行啊？回皇后，大阿哥要奴婢来代为辞行的。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奴婢刚才正在回皇后的话，奴婢还来不及说呢。皇后，这么晚了，您上哪儿去啊？我要到养心殿去见皇上。哎，皇后，那我不跟您去了啊，我在这儿开着崔嬷嬷罚跪也好。这一去养心殿呐，最起码也要到明天晚上才回得来。啊，那我岂不是要跪上一天一夜吗？崔嬷嬷，等你跪出毛病来的时候，尽管叫我啊。怎么人，皇后吉祥。皇上吉祥。皇后是你。皇上，宝妃她是在。可怜的宝妃，她怕朕着凉，抱了朕的衣服。又看到朕在长思深考，怕打扰朕，在这儿等着等着就睡着了。哦，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皇上，您是说，每次您到大殿来思考重大事件的时候，宝妃就给您送衣服来？这倒是挺难为他了。宝妃，皇上，让他多睡一会儿，臣妾。你们都下课。走。皇后，你深更半夜到这儿，一定有紧急大事。上，臣妾正是要来面奏，今儿个下午，大阿哥一没辞行，二没照应，不声不响的就走了，搬到仁英园去了。真的？刚才季香还发现，他屋子里空空的。急成这个样子，来人呐！走。怀兄已未入宫。到。大阿哥不声不响地搬回颐和园去了。皇上、皇后为什么会那么紧张？这一定是有什么紧急大事发生了。洪国公明天就要审问铁崽子，惊人巨案抽丝剥茧，时时都有折人心魄的高潮。好戏应该天天看，请您明天千万别忘了继续收看。